他说：“弟子不认识字，但能背诵经文。现在每一天都听你讲经，可是听完之后又忘了，该如何是好？”这个没有关系，多听，啊，天天听，啊，能记多少就记多少，啊，只要天天听，天天念佛就好。啊，这个断恶修善，啊，全。